为斗分，今仅出以1843/450。五为斗分，枢密不同，法数各异，因利斗分粗，故不失于今。前项斗分细，故不得通于古。仅出斗分虽在粗细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亏矣，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东景，而时以月厌之，乃在参六度，差为乃尔，安可以考天时人事乎？今至新历，以2451/600。五为斗分，日在斗时，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核于春秋，下可以取验于今世。以之考春秋36时，正朔者20有，午十二日者20，晦者2，戊者5，凡3时30，其余时今无日晦之名，无以考其得失。图伟皆云三百岁斗历改现，以今兴失于春秋之事，日时多在朔春秋之事，下至于今，凡1000余岁，交会贤望，故进退于30之间，此法乃可用载用之。其300岁斗历改现者乎？ PG 343。甲子上元以来，至鲁隐西元年以未岁，凡82736。至晋孝武太元九年甲申岁，凡83841。算上元法7353，纪法2451，通数179400。十四日法6062，月周32766，气分12860。十元月99405，五纪月33105，五梅分44761，梅法643，斗分650，周天895220，一名纪日张月235，张岁19，张闰7，岁中12，会数47，日月893岁，凡47，会分进气中12，甲子季交差9157，甲申季交差6337，甲辰季交差3517，周半127，朔望合数941，会岁893。 PG 344，会月11045，小分2196，张数129，小分2183，周润大分76269，历周447610，半周天会分38134，
差分 11,986。汇率 1,880。二，小分法 2,290。入交线 11,400。小周 254。甲子季差率 49,178。甲申季差率 58,231。甲辰季差率67,284。通周 167,600。十三，周日日余 3,300。六十二，周虚 2,710。五星约法俱出见矣，为正不系于原本，然则算不究于原。初，约法失于经用，屈求其去，则各有宜，故作者两设其法也，即以月时减日速度所在为历数者宗焉。又者，浑天论已不日于黄道，薄前如之师并得其中矣。 PG 345至第九。礼上，夫人含天地阴阳之灵，有哀乐喜怒之情，乃甚垂范以为明极，结其交盈以防其暴乱，崇高天地，前进鬼神，列尊卑知序，臣夫妇之意，然后为国为家，可得而至也。传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若乃太一出分，遂人钻火，至有畅于公检，情不由乎玉帛，而着悬流于春见之右，焚风始于秋林之外，亦无得而却焉。宣虚一神，唐虞姬。古逮乎龙舟，其文大备，或垂百官之犯，至不堪之法，或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宏轩天意，雕刻人礼，书代交额，王风灵谢，世魁光国，礼一千家。赵简子问太叔以揖让周旋之礼，对曰：盖所谓仪而非礼也。天经的亦知道自资犹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为反鲁，祭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训，实无名。后道耶不行，若夫情上分流，提防知人士气，交讹艺术，诸四之风思敏，是以汉文霸在其之上，中心为一交之计，随时之意不其然于而西京元鼎之臣中心永平之日，书必留而言官代起如门，而引诸身两京之盛，于斯为美，即山于登祖，则使魁经礼乐恒伟，浮华相上，而交英之志，刚纪或存，为世光宅宪章思美。王肃、高唐龙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是其所谓治君于尧舜之道焉，是属雕墙。 PG 346。时逢比正周英之典，物多为俗，
而宜边残。策犹有可观者也。景初元年，迎洛阳南。委肃山以为元丘，四之。日以始祖弟顺佩。房祖生于陶尊玄九。非晋生为之纲纪，其孰能兴于此者哉？宣景荣履，魏皇一至。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礼经贤治，乐器同归，于是齐鲁诸身各携相宿。武皇帝一出平寇乱，亦先一犯其及礼也，则三毛不减，日观庭轩其兄礼也，则身一不官，降席撤善，明乎一千三亿之意，而教化行焉。元皇中兴事多权道，遗文旧典不断如发，是以常侍代邈亦阙上书云：方今天的根始，万物全于荡尽视之，刘辟创千灵之因，反是故双剑之结重，而非白之俗臣邪情之荣事，而复屈之何作？其所以兴起，李文劝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后，王游见替桓温居魁正游己出，而有司或要司文曾辉执事主威常谢臣道专行，即曰：苟无其位，不可以作礼乐，岂思之谓于进使则有循矣。郑冲才成国典，江左则有循松凋邪损益朝仪周官武礼及兄军兵家，而及礼之大莫过祭祀，故弘范八阵三日四四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汉兴陈秦灭学之后，制度多未能复古，历东西经四百余年，故往往改变为世臣。汉末大乱，旧章田灭，命侍中王粲上书为以草创朝仪，即晋国建文帝又命荀以殷魏代前世传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奇节文杨户任凯与郡应征并共刊定成165篇奏之。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枕奏副尚书郎至于讨论之，于表所遗损曾曰：臣典孝故太尉以所传武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律教邦国之大物也，是以臣前表礼事激流求速弃施行，又以丧服最多一阙一件不定，又以经礼篇卷繁重宜随类通和，嗜酒不出具见请黑 PG 347。盖官婚忌讳诸吉礼，其至少变至于丧服是之要用，而特意失旨。故子张宜高宗亮英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由为义父昆帝大功，而子夏未知其衰，即孔子没儿门人遗余
所服。此等皆名达习。礼，仰读周典，俯师众。尼，见字圣训，讲。一积年，即遇丧事。由上若此，名丧礼亦或。不可不祥也。况自此以来，篇章分散，去甚弥远，丧至诡谬，故其已矣。是矣。丧服一卷，卷布盈卧而真说纷然。三年之丧，正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正云服丝。三月，王云葬器而除。继母出嫁，正云皆服。王云从乎祭祭欲，乃为之服，无服之伤。正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已哭之日，亦服之月。如此者慎重。丧服本文省略，必呆注解释意乃章。其传说差详，是称子夏所作郑王祖金宗传而各有异同，天下并疑，莫之所定而以直书，古今闻而已尽除。子夏传即先儒著说，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当还班。一说一比一词，非所以定制也。臣以为今宜参采《礼记》，略取传说，补其未备，益其书意。可依准王景侯所传《丧服变》，除使类统名证，以断疑真，然后至无二门贤同所由。又此理当翻于天下，不宜繁多，以为百六十五篇，篇为一卷，合十五余万言。臣犹为卷多文繁，累皆众出。按尚书尧典四山川之理，为于东岳被称生辟之术，臣所用之宜其余则但曰如出周礼四天地五帝象先望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曰而一举经理一事同而名义者折别为篇卷凡而不点皆以审文通事随类合之是有不同，乃列其意。如此所减三分之一，于讨论心理气以元康元年上之所成为名。唐武帝二舍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齐意。后于与父贤纂续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没，于之绝一柱，是其一事也。PG 348。逮于江左，仆射雕鞋。太常寻松补鸡旧闻。光禄大夫蔡摩又种。修其事云。为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交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于是十二汉交因之志俱存，未所损亦可知。四年八月，天子东巡，过繁昌，使直经吴臧，罢行太尉事，以特牛慈受禅坛，景出园
年十月乙卯，始迎洛阳。南纬宿山为环丘。诏曰：其汉室之初，臣秦灭学之后，采植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公武至神之百万位元多，不经见，并以心肺无常。一笔一此，四百余年，废无地理，古代之所更利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余氏，今祀桓丘以始祖地。顺佩号桓丘曰黄，黄帝天。方丘所记曰：黄皇后的以顺妃一世。佩天骄所记曰黄，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佩的骄所记曰黄的知之，以武宣皇后。佩宗嗣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佩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十四皇皇帝天于桓丘，以始祖有余帝舜。佩自正始以后，终未事不复郊祀。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始持节侍中太保正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帝喜受册书，禅位于境丙寅，武皇帝设坛场于南郊，柴辽告累于上帝，事实尚未有祖佩。太史二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交祀权用卫礼，正部律改作之难，令变为永制，众议分户，遂不时定，不得以时功享神之。佩以祖考日系南气，贬时望安，其变交祀时群臣。又译武帝即天也，王气十亿，故书其号。虽名有武，其实亦神。明堂南郊移除武帝之作，武郊改武今之号，皆同称号天上帝，各设一座而已。的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李宣皇帝以配天宗嗣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秋郊不易，一并元秋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诏，其二至之四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亦如宣帝所用王素义也。是月庚寅冬至 PG 349帝亲辞元丘于南郊。自是后，元丘方则不别立。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熙，誓辞。十年十月，又诏曰：孝今郊祀后继以配天宗嗣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四天履上帝。又曰：四的履四望，望非的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也。望者众议除明堂武帝位，考之礼文不正，且失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继，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继以配天，复以先帝配天，
于意亦所不安。其父明堂及南郊五帝位，闽帝都长安，为吉利郊庙而拜。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始亦立郊四夷尚书令，雕协国子祭，九度一邑，宜须玄都，洛邑乃修之。司徒寻祖，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嵩、太常华衡、中书侍郎与亮皆同祖义。是岁施行，立南郊于矣。帝其制度皆太常贺荀所定，多依汉籍进出之宜。三月辛卯，帝亲郊祀，享佩之。李义依武帝使郊故事，是时尚未立北坛的，知众神共在天郊。明帝泰宁三年七月，使诏立北郊，未及见儿。帝崩，即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溯前旨于富州山南立之。天郊则五帝之左，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为巨臣、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的交则五月，四望、四海、四毒、五湖、五帝之左，宜山、月山、白山、霍山、一无驴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塘江、仙农，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纪制也。是月辛未，四北郊，始以宣木张皇。后配此谓是故事，非晋旧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江北郊有一邑太常，故和表太始终和二至之礼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月。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 PG 350即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和七郊于一丘县。张未备全用司礼，盖时一夜至咸河中，一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成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石膏，唐龙等以为礼祭天不已的配而称周礼。三王之交一用下阵，于是从何意？是月星为南郊，星以北郊，地皆清奉。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桓玄，走之以卯，告义公于南郊。是年，帝蒙陈江陵未反，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一周礼。宗伯设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既并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秉命而行，何所便也？郊之兴否，岂
如今日之彼乎？义者又云：今已交，故是臣至所得令三公行事。又交天极尊为一而已，故非天子不似也。庶人矣，上莫不争长嫡子居外介子执事，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纳之又曰：武皇受禅，用二月交，元帝中兴以三月交，今交时未过日，望于驾无为欲速，而始皇于炫反，更不得清奉也。于是从纳之意，交妙生必必欲之色，虽有成文，情事多以留居汉，则淡云独未变其色。将作南北交同用玄身，明堂妙社同以赤身礼，有事告祖弥一社之文，未有告交之典也。汉仪天子之丧，使太尉告示于南郊，他无闻焉。未闻帝皇初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初，使太常以一特牛告辞南郊。即闻帝崩，太尉中昼告示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将作则废礼，春分四朝日于东，秋分四夕月于西。汉武帝交太至平淡出竹宫，东向一日，其系西向一月，即交明，又不在东西交也。后遂旦夕长败，故魏文帝诏曰：汉是不败日于东郊，而旦夕长于殿下东西。败日月，凡谢四家人之是，非是天神之道也。皇初二年正月，乙亥，四朝日于东门之外，又为礼二分之一。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四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四 PG 351系月于西郊，使得古礼。即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请车驾四朝日，寒温未适，可不清出。诏曰：礼仪已有常，若如所奏，与故太尉所传不同，复为无定制也。兼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容事米席，为此为大案。此诏帝复为清祀朝日也。此后废礼，交祀后继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位。文帝即位，用汉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齐王亦行其礼。晋初以文帝配，后复以宣帝、巡父还以文帝配，其余摩索变革，是则交与明堂同配异配，参差不同，以至于亦以为汉魏故时明堂祀武帝之神，心礼武帝即上帝即天地也。明堂除武帝之位，为继上帝
暗众昵称交。四后继以配天宗，四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礼四天，吕上帝四的吕四望，望非的则上帝非天，断可食矣。交秋之四，扫地而祭，身用简历，弃用桃袍，是反其始，故配以元祖。明堂之祭，备物矣。见玉生并臣边斗陈列，李同人鬼，故配以进考。交堂百万位元，居然一体，身劳品物，执文书去，且祖考同配，非为尊严之美。三日再祀，非为不读之意，其非一神一族名矣。昔在上古，身为明王，美则配武行，故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召之于四郊，报之于明堂。四天大求而免，四五帝亦如之，或以为五经之帝，左天御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废，尽初始从意义根。五诏书，明堂极难交除五帝之位，为四天神心礼奉而用之。前太医令韩阳上书，宜如旧四五帝。太康十年，诏已失用，宜定心礼，明堂即交四五帝如旧，诏从之。江左以后，为皇修简汉仪，太史每岁上齐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 ，PG 352。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身御座，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至案上，奉以入就席服毒气，赐酒一支，为事常行。其礼为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后旦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皇之时，读却不读，今不解其故，散其常侍领。太史令高唐龙以为皇于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莫服皇三季则否，其领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令也，是以服皇五令，思则未是不读大暑令也。即尽受命，亦有其志。傅贤云：立秋一日，白露光于子亭，白旗沉于御街，然则其日其路皆白也。臣弟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读秋令，监侍中散其常侍巡议，监黄门侍郎散其侍郎曹与伯曰：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一注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陈华恒议，武皇帝以秋下圣暑，常却不读令，在春冬不废也。夫先王所以顺时读令者，盖
后天而奉天时，朕夫尊言之所重。今夫张多阙、加比热隆赫、臣等未可如恒意，依故使阙而不读。赵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下。今政府建备四时独令，是之数天合龙杀之道，未经故宜独下令奏可。李孟春之月，乃则元臣天子亲载累祀错之于参宝戒之御监，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地籍至秦灭学齐立九废汉文帝之后，始行司典谓之三祖，亦皆亲耕吉田。及武帝太史四年，有司奏耕辞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盛王躬耕地籍，以公交庙之资盛，且以驯化天下。近世以来，耕籍止于数部之中，空有牧谷之名，曾无公祀驯农之时，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轻视公驾色之艰难，以率先天下主者降据其志，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若无官田。 PG 353。 虽以使患而不得亲人也。于是臣于玉木路以耕，以太牢寺先农。自惠帝之后，其事变废，江左元帝将修耕籍，尚书符问及田至尊印公辞先农部，贺寻达汉夷吾只有至尊印字迹之文，然则周礼王者祭祀望则萃免，祭社祭五祀则止免，以此不为无清祭之意也。一立两遗著，贺寻等所上遗著又未详允，事竟不行。后哀帝复欲行其典，亦不能。遂汉仪现亦常以以位日辞先农，乃耕于以地，以丙戌日辞丰薄于戌的，以乙丑日辞与失于丑的，生用阳始立春之日，皆清番则迎春于东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初，则迎拜之而还。夫祭三十不迎，为是虽天子耕籍番朕却诸侯百亩之礼。即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田百亩，公职累以奉社稷宗庙，以劝律农工。今诸王邻国宜依修耕籍之意，然竟未施行。周礼王后率内外命复享先残于北郊，汉仪皇后亲丧东郊院中，残事祭残神曰：愿与妇人遇事公主辞用少劳。魏文帝皇初七年正月，命众公残于北郊一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
其常是华侨奏先望知至天子诸侯卿根及田千亩后夫人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治人修先望知序皇后体资深之德和配干之意而坤道未光残礼尚缺以为宜衣古事备思盛典诏曰袭天子卿吉以公资审后夫人公残以备祭福所以欲尊孝敬明教士训也今吉田有志而残礼不修由中间物多未暇重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祥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诗行于是残于西郊盖与吉田对其方也乃使侍中臣灿草定其宜先残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壁壁广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为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去为宫时丈在蚕室西南 PG 354桑林在其东取列侯七六人为蚕母蚕将生则即日皇后者十二姬不摇一汉位故时一青衣陈游化云母安车驾六颓马女尚书者貂蝉佩喜陪臣载匡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侍妇朱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敬夫人外侍妇命妇皆不摇衣卿各载匡钩从蚕先桑耳日蚕室身蚕者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助令执名以仪太牢告辞业者一人间辞辞必撤传颁于作于从桑及奉辞者皇后至西郊深坛宫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宫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西以桑寿蚕母还蚕是侍弃皇后还便作公主以下乃就为设享宴赐卷各有差前汉旦置官设而无官即王莽置官祭后复审故汉置位但太社有祭而官社无祭故常二社一祭也进出人位摩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设祭坛一庙俱喜乃诏曰设十一神其并二社之四于是车骑司马复贤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意天子尊世交庙故免而公根公根也者所以众孝享之资甚亲根故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祭田而报者也国以人为本人以古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其报焉是亦报书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王景侯之论王赦，亦为春其吉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赦，则曰王者不下其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大赦，不自立之于京都也。景侯辞论句，即法，即法大夫以下臣群立赦，曰至赦。景侯解曰：今之礼赦是也。景侯解：既法则已，至赦为人间之赦矣，而别论复以太赦为人间之赦，未小此旨也。太赦，天子为百姓而祀，故称天子赦。交特深曰：天子太赦，必受霜露风雨，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赦，故称太赦也。若夫至赦，其数不一，盖以礼所为名。左氏传，蒙于青丘 PG355。 知赦是也，众数之赦，既已不称太乙，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赦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即但有无四无七四也。按记五四国之大四，七者小四。周礼所云既凡小四，则莫免之属也。景侯解大利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利。今云无二赦者称景侯，即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名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耳。赦当见思维，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斥，上书昭告，乃赦于心意，唯一太牢不二赦之名义也。按交特深曰：赦既太牢，必原一牢之文以明赦之无二，则既无深矣。说者曰：举赦则既可知，苟可举赦以明计，何独不举义以明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惧乎？周礼封人长赦赦谓无忌字，今帝赦无忌，盖出于此。然国主赦忌，故今传动称赦忌。周礼王既赦忌，则止免此王赦有忌之交也。封人所长赦谓之无忌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为一人就立二赦，而加立地赦之计。时臣粲亦称景侯论太赦不立京都，欲破政事，学贤众表意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种土，毛公解曰：种土大赦也。景侯解：师
即用此说。与共为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复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何从而出，而与解乖，上为京，即明文，下坏景侯。知解。臣虽完毕，少常学门，不能莫以景复续上。刘时与贤一同。诏曰：舍时一神而相袭二位，众意不同，何必改。 PG 356。左其变仍旧，亦如未至。其后至于奏，以为陈案祭法，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字为立社曰王舍。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位，又曰以写祭祭社稷，则太社也。又曰封人长社王之社尾，又有军旅仪，忽社则望社也。太社为群姓其报，其报有时主不可废。故凡服社姓古，主奉以从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矣。尚书诏告社于心矣。三声各闻师称，乃立种土无两社之交，故废地社为立太社。师书所称各指一事，有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议周礼之明典祭法之政。一前改建庙社，迎一社之处，朝议斐然，执古匡今。世祖武皇帝公发明诏，定二社之义，以为永志。宜定心理，从二社，诏从之。至元帝建武元年，有一落经历二社一迹，其太社之注曰：得得仆师，会存吾将，乃见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贤赖家祥。其弟社之注曰：坤德厚载，邦即是宝，乃见帝社，以神帝道，明四为臣。景福来造汉仪，每月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上书见读其领，奉行其政。朔前后二日，牵牛九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歌扬，以辞社用旧日变。执事者常官一将领袖，元中一将元以行礼，如故事自尽守命。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和硕上书先是三日，宣设内外界言。至于决疑曰：凡旧日食者者斥责，以助阳也。日将时，天子素服必正殿，内外严谨。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变法鼓于门，闻鼓音，侍臣接着斥责，待见入室，
三台令使矣。上皆各持剑，立其护前。卫尉卿驱驰绕宫，四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古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司为神，以细社著使臣此矣。则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宫，故臣此以则之。日复长，乃罢。 PG 357。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震旦当日时，朝事一会否，共资尚书令荀彧使广平纪吏刘绍在座，曰：子慎必造古之粮食，有战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屡见天子入门不得中礼者四日时在一，然则圣人垂至不为变异欲废朝礼者，或灾消一服，或推数谬误也。欲及众人贤善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益不时。绍有此显明。至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震旦和朔雀园会改为故师也。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和朔中书侍郎孔于奏曰：春秋日有时之天子伐古于社，公诸殷也。诸侯伐古于朝，臣自公也。按尚书服，若日有变，便及古于诸门，有为旧典。诏曰：所臣有正义，折斥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和朔，后复疑应阙会与否，与兵扶阵，写刘绍议，以示八座。于时有魏绍为不得礼义，荀彧从之，是圣人之一师，故蔡摩遂者亦非之，曰：绍论灾消义福，又以子慎必造犹有措施，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礼臣然也。而云圣人垂至不为变异欲废朝礼，此则谬矣，灾降之。发所以遣告人君王者之所重戒，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将务用必伐古，公亲而救之。夫境界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铸葬于向党，以丧不见心而行，故日食而止咎，曰安知其不见心也。而少废之，士气圣贤之臣归也。鲁桓公人生有灾，而以以害长计，春秋击之，灾事计过，由追惧未已，故废宗庙之察，况闻天审将至，行庆乐之会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中礼者，为日官不欲言，诸侯既入，见时乃知。二非先闻当时而朝会不废也，因此可未失其意旨。刘绍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向党之事，亦礼记
所言复。为而反之，进退无惧。然循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物矣。后来君子将你以为是。PG 358。故正之云耳。于是兵从众议，遂以阙会。至永和中，因号辅政。又欲从刘少义部阙会。王彪之拒贤。宁见袁固时，又曰：“李云诸侯屡见天子不得忠礼而废者四，自谓促报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侥幸使官推恕谋错，故不欲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意，上书因于六宗。诸如户说，往往不同。王莽以义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时疑其事，以问王肃，亦以为义六子，故不废。即进守命司马彪等表六宗之四不应，特立新礼。于是遂罢其四。其后至于奏之，又以为按顺受忠，累于上帝，系于六宗，望于山川，则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灵也。周礼四师职曰：用身于社宗。党政职曰：春秋季永亦如之。四师之宗与社并列，则班与社痛也。党政之勇文不系社，则神与社异也。周之命四莫众交社，宗同于社，则贵神明矣。又月令孟冬其于天宗，则周礼祭勇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汉光武吉为高义一于书，因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四干位，李痛泰舍为是因之。至景初二年，大义其神，朝事纷纭，各有所职，唯散其常侍刘少以为万物复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余书谓之六宗，周书谓之天宗。事实考论异同，而从其异。汉魏相人者为贵四，凡崇四百神，放而不至有其心之，则莫敢废之，一定心理。四六宗如旧，照从之。礼王为群信立。七四曰司命，中六国门，国行大立户造众春玄。鸟至之日，以太牢四高梅毛诗司一篇。高子曰：临星之师，汉兴，高帝亦立临星祠，即武帝以礼少君故，使祠造，即身立太子，使立高梅。汉仪云：国家义有五四，有司行事，其礼颇轻于社稷，则义存其典矣。又云 PG 359常以仲春之月立高
梅雌于城南，似以特深。又是月也，雌老人心于国都南郊老人心庙。立夏祭灶，祭秋雌星星于城南坛星星庙。元康时，洛阳有有高梅坛，百姓雌其旁，或谓之洛星。事后诸寺无闻，江左以来不立七寺灵星，则配享南郊，不复特制焉。左氏传龙见而于经典上矣。汉仪字立春到立夏，晋立秋，郡国上汉，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汉也，公卿官长以次行于李秋雨，避诸阳。一灶新土龙，立土人五同二义，七日一变，如故事。五帝咸宁二年春九旱，四月丁乙，诏曰：诸汉处广加其请。五月庚午，使其与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或数雨，此于之旧殿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则永济，赤则诸衣，避诸阴，诸所营舍伐诸谷焉。周礼王者祭号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社稷五土五月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照四类四望亦如之。魏文帝皇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月四读贤治群寺，一审规避。六年七月，帝以周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审避于淮。魏明帝太和寺。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辞中岳。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长安，使使者以避李辞华山。及穆帝生平中，何其论修五月辞曰：唐虞之至天子五载一巡狩，顺时之方柴燎五月，望于山川，便于群神，故曰：因明山深忠于天，所以昭告神之，享报功德，是以灾力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及三代年数虽疏，而其礼不易。五月是三公四独是诸侯者，在经济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今魏长水虽不在四典，以晋咸阳故，晋的比大川之词，而镇立之祀可以却哉。自永嘉之乱，神州清复姿势替矣，为前知天柱在王略之内也。旧台选百户立促，以奉其职，忠心之计。魏有官守庐江郡长，遣大吏兼甲四十道 PG 360赛春是寒而冬请兵，咸和弃金又复挥替，既今非典之词，可谓非一考其证明，则迎昏之鬼推其迷，废则百姓之度
而山川大神更为简缺。李苏推问，人神杂扰，公私奔促，见以繁滋，粮油请国家多，南日不暇给，草贱废，至是有未黄，今元对已坚，宜修旧典，阅读之欲，封教所备，来苏之众，贤盟得则，而神明因似未知或真，寻受柴寮，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四皇于北炫，击鼓宪章，大黎制度，祖斗深牢，著古文词，旧章迷记，可令礼官做事，归诸臣简，以达明德心相，如斯而已。其诸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神，彼邪正不独，时不见审，昔武王入阴，未及下车而封先代之后，盖追思其德也，恐子以大胜而终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汉元帝，恐霸以帝师赐爵，号包成君，奉孔子后。魏文帝皇初二年正月，诏以议郎孔宪为宗圣侯，一百户，奉孔子嗣，令鲁郡修旧庙，至百户立卒以守。未知即武帝太史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正为奉圣亭侯，又召太学及鲁国四十倍三生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诏给奉圣亭侯孔廷四十祠，孔子继职，如太史故事李史立学必先试殿，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必汉室虽立学，司礼无闻。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侍殿以太牢辞孔子于辟雍，以言回沛。武帝太史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侍殿，以太牢辞孔子，以言回沛。陈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原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试殿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终，唐为太学。 PG361 故事四高陶于廷尉，四心理疑似于律属，以同济先胜于太学也。故事四以射日心理改以孟秋之月，以应秋正至于以为按于书。高陶作事师为名客允，国重其功，人思其当，是以欲观礼其神，系者至其迹功，在段誉之臣不在
律令之始也。大学之设，义重太常，故忌于太学，是崇慎而从众也。律属之至，卑于廷尉，疑似于属，是去众而就轻也。律非正属，废心无常，宜如就似于廷尉。又既用仲春，亦取仲申，改用孟秋，以应行杀，礼未足以相议，一定心理皆如旧至可。遂但常设伪交讨梗，折机于攻击百四之门，以攘恶气。按汉仪则仲下设之，有讨应，无折机，即为明帝大修攘礼，故何晏攘既一击特生攻攘性之事，折机已起于魏。陶应本汉志所以辅卯金，又以魏所除也，但未想改仲下在，遂旦之所起耳。魏明帝青龙元年，赵郡国山川不在四点者物辞。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诏曰：袭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明山川则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故也。然以道立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故著始建而无愧辞，是以其人尽甚忧，民而淫肆不作，末世通道不堵，见礼独神，纵欲其请，曾不尽而远之，徒偷以求信，傲望香山，舍政为邪，故为朝及之。其按旧礼具为之治，使功者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傲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辞立殃及攘辞，诏曰：不在四点，除之。王至，天子七庙，诸侯以下各有等差，礼文祥矣。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武庙也。后虽晋爵为王，摩所改。一延康元年，文帝继王位，七月追尊皇祖为大王，丁夫人曰大王后。皇初元年十一月受禅，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 PG 362。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庙未成，乃赐武帝于建始殿，清直馈殿，儒家人礼按礼将迎公。是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忌于请帝者，行之非礼甚矣。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夫人无事，曰高皇后并在邺庙，庙所辞则文帝之高祖处事，曾祖高皇祖大皇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事不悔，然则所辞止于清庙四事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庙成，则以清净迁处事主
至元义，使形态复态。常韩纪，形态常宗正曹。克持节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尤为四世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使，更奏定七庙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也。武皇帝诏，建弘基，拨乱以显，为魏太祖。文皇帝祭天，革命，应其受禅，为魏高祖。上级臣大命，钦定华夏，新治理乐，以为魏列祖。于太祖庙北为二挑，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挑，其右拟名帝，号曰列祖木挑。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清净叠迁，亦如周后继文武庙挑之礼。文帝真后赐死，故不列庙。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节奉册告辞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归族后继，又特立庙以祀江源。今文昭皇后之于后嗣，甚得治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是非之尊，神灵迁化而无情庙，以臣享祀，非以报显得昭孝敬也。积之古至宜依周礼，别立庆庙。奏可。太和元年二月，立庙于邺。四月，洛邑出迎宗庙，觉得的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献司辞清，明帝为之改容，以太劳告庙。至景初元年时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永传享祀，乐舞与祖庙同，废业庙。为元帝咸熙元年，晋文帝爵为王，追命武阳宣文侯为宣王，中武侯为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谥曰文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禅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 PG363。 宣皇帝博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杨氏为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至七庙，帝重其意，诏移权力一庙。于是群臣议奏上古清庙一公，尊远神之，逮至周氏，至为七庙，以便宗挑。圣旨深红远祭上士，敦崇唐虞，舍七庙之繁华，尊一公之远旨。袭顺臣姚禅受中文祖，遂至帝位，盖三十载，月正元日，又隔于文祖，遂至帝位。此则于是不改唐庙，因人旧宫可依有余事故事，即用位庙。奏可。余是追祭真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京兆府君与宣皇帝
景皇帝、文皇帝为三，昭三穆，是时宣皇未生，太祖虚位，所以辞六世，与景帝为妻。庙其礼则具王素说也。七月，又诏曰：主者前奏，就未就。庙臣亦有准。然余之奉神明，情犹未安，宜更营造。于是改创宗庙。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任茂义矣。为夏侯初平之时，未有王业，帝不从。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立父于太庙，周罕未有其准。为明帝则别立平原主庙，敬又义未也。六年，因庙县当改修创，群臣又义奏曰：古者七庙一所，自宜如礼。赵又曰：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一庙，七世于礼无废，于情为序，亦随时之一也。其变仍旧。至十年，乃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穷极壮丽。然坎位之志犹如初耳。庙臣帝用置于义，律百官千神主于新庙，自珍惜以下车辅导从皆如帝者之宜。即武帝崩则迁真熙，即惠帝崩又迁豫章，而惠帝是闵怀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孙臧冲太孙上并复庙，元帝是怀帝商太子又复庙，号为殷氏四商。怀帝初，又册氏武帝阳后曰武道皇后，改葬郡阳陵侧，别祠洪训宫，不列于庙。元帝既即尊位，上祭武帝，于元为迷，如汉光武上祭元帝，故是也。是时，西京神主因灭鲁廷、江左建庙，皆更新造。寻以登怀帝之主，又迁颍川，位虽七世，其十五世盖从雕斜。 PG 364以兄弟为世数故也。于是百度草创，就李卫被毁主权居别室。至太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祭世祖，然于怀、闵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商卓，而另有私行事于情礼不安，可依礼更处。太常恒意精慎，上祭武皇帝已准。汉世祖故时不亲执商爵，又曰：今上臣祭武帝而庙之朝暮四世而已。前太常贺循博士复纯并以为会怀吉敏宜别立庙，然臣于位庙事当以荣主为限，无居常数，因是有二祖三宗，若居七世则当祭弥而已。推辞论之，宜还复豫章、颍川全祠七庙之礼。票其常使温峤邑凡言兄弟不相入庙，既非礼文
且光。五分见正起，不测名于。孝平，勿神其事。以应九世之称，又古不共庙，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书，于光武之事，供奉真。常于今既正，于情有安矣。太常恒遇骸，二辅君以权欺世，乔魏事宜，骠骑将军。王导从乔义，乔有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为一事，则不计弥，反不及数。人帝从乔义，西施用之，于是乃更定。至还复豫章、颍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四五故时而惠怀闽三帝自从春秋尊尊之意在庙部替也。及元帝崩，则豫章复迁，然元帝神位犹在闽帝之下，故有侃氏者时也。至明帝崩而颍川又迁，由时是也。于时续广泰庙，故三千主并还西楚，名之曰挑，以准远庙。陈帝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道皇后神主，赋于庙，配享事祖。陈帝崩而康帝陈统以兄弟一事，故不迁京兆，始十一世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应祭，京兆府君当迁挑事，袭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毁主，中兴之出权居天府，在庙门之西。咸康中，太常逢怀表续奉还于西楚家事，谓之为挑疑，亦非礼。今京兆迁入，是为四世元祖，常在太祖之上，袭周氏。太祖事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 ，PG 365而四祖居之，是屈祖舅孙也，因侠在上，是代太祖也。领司徒蔡摩义四辅君以改铸别事，若未斩者，当入旧太庙之事，人莫敢悲其祖。文武不先不逐，应祭之日，征西东面处宣皇之上，其后迁庙之主，葬于征西之挑，祭见不绝。护军将军冯怀义礼无庙者为坛以祭，可立别事藏之，至阴帝则祭于坛也。辅国将军乔王司马无忌等义诸如魏太望王忌迁主，藏于文武之挑。如此辅君迁主一在宣帝庙中，然今无请示，宜变通而改铸。又引霞太庙真西东面，尚书郎孙绰与无忌一同曰：“太祖虽未始九五而道，以从唱替人觉之尊，笃天伦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书郎徐禅义礼
去挑为谈，去谈为善，遂瑕则记之。今四祖迁主，可藏之时事，有道则记于谈善，又遣禅智会稽访处事于喜。喜答曰：“汉室为玄，臣等以会主义于元魏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且神主本在太庙，若今别事而祭，则不如永葬。有四君无追号之礼，亦名应会而无祭。是时简文为辅君与尚书郎刘绍等奏四祖同居西挑藏主时事地瑕积迹，如先朝旧疑。时臣刘范宣兄子问此礼，宣答曰：“顺庙所祭，皆是数人，其后世远而晖，不居顺上，不续朝暮。今四君号由一本，非以功德治四也。若依于主之意，则由藏子孙之所；若依下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皆宜思其变，则助一是亲未尽，则地狭处宣地之上；亲近则无缘下救子孙之列，其后太常刘霞等同蔡摩义博士张平义或遗臣于太祖者，皆其后之毁主平按古亦无别前后之文也。与不先滚，则迁主居太祖之上，亦何一也。于是今召迁入西楚，痛谓之挑如前三祖迁主之礼，故正是由十一也。木地崩而哀地，海西并为兄弟，摩所登除咸安之初，简文皇帝上祭元皇，是至登进，于是颍川今赵二主父还昭穆之位，至简文崩，颍川又迁。 PG 366。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诏曰：“习建太庙，每事从简。太祖虚位，明堂未建，交四国之大事，而击鼓之志却然，便可详议。辞布郎中徐邈义，元丘交四经典无二。宣皇帝常变思义而简易圣典，元吉中兴备加延吉，以定南北二交，臣非易学所可亲改也，为人就为安。”五皇帝建庙六世祖三朝三墓，宣皇帝创基之主，实为太祖亲，则望考寺庙在上，未及迁室，故全虚东向之位也。兄弟相及，亦非二世，故当今庙寺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为世妻之意矣。又礼曰：“庶子王义帝祖立庙，盖为之应元立，则亲近必附。今赵辅君于今六世以复立此是，则宣皇位在六世之上，须前世祭迁，乃太祖未定耳。今赵
千毁一藏主于时事，虽地狭有福极。何者？传称毁主身合乎太祖。生者自下之名，不畏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孙因是四主，处四之众，身负皇祖所配之庙，是远应迁，然后从十之孙与之俱会，明堂方圆之志，纲领已举，不宜却配地之嗣。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经也。明堂所配之神，积疑莫辨，按义应见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言父之亦显。周礼履上帝者，有故告天，与交四常礼，同用四规，故并言之。若上帝是五帝，今文何不言四天履？五帝四的履四望乎？是中车应一同。又曰：明堂之志，既其难降，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执文不同，因气一疏，既毛辞广下，不依其度，何必守其刑犯而不弘本从俗乎？久负贤宁，何硕无成？然后明堂辟雍可重而修之，时朝亦多同，于是奉行，亦无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庙殿，正是十四间，东西楚各一间，合十六间，洞高八丈四尺，被法驾千神主于行庙，珍惜至今赵四主及太子太孙各用其谓之一服，四主不从帝者之仪，是与太康亦也。诸主既入庙，设蒲海之殿及新庙城，神主还是又设 PG 367蒲海之殿。十九年二月，追尊简文母会稽太妃正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立庙太庙道西吉孝武崩，今赵右迁如墓地之事四挑故事。义熙九年四月，将引辞赵伯一千毁之礼，大司马郎邪王得文义太史之初，虚太祖之位而元秦刘远上级珍惜，故事尽则以毁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汉光武夷十一帝主于洛义，则毁主不赦礼，可推以移住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服四也。大司农徐广义四府君常处庙堂之首，心虑土之际，若埋之忧攘，于情理未必娴静，未可迁葬西楚，以为远挑而地享永绝也。太尉咨议参军元报亦仍旧无格，因此由及四府君秦李为允，时刘裕作府亦与大司马一同。虚后因此行事改制，惠安帝崩，未及帝而天禄中焉，
武帝咸宁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训杨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四，天地明堂去乐，且不上座。穆帝生平五年十月己卯，因巳，以帝崩后不作乐。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王即应征辞。中书侍郎犯1111奏案，丧服传有死功，终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妾以为宜于世上。书奏使三公行事。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将青瓷车驾系身而遗柱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立待相臣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时拜而还，遂以为至系身毕恭临拜，而将左以来复旨为故时天子为次殿，于庙殿之北东，天子入自北门行礼，设次殿于南门中门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门，至于以为次殿，所以为解席之处。凡世尊以不显为恭，以由隐为顺，而设之于上位，入自南门，非千宴之意，一定心理皆如旧说，从之。礼大事则告祖弥，小事则特告弥。秦汉九废魏文帝皇初四年七月，江东巡以大军当初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即PG 368文帝崩，又使太尉告侍侧于南郊，自是气尽。相臣告郊之后人，以告庙至江左其里废。至成帝咸和三年，苏峻复乱京都，温乔等立行庙于白石，复行其典，告先君及后曰：逆臣苏峻，亲赴社稷，毁弃三镇，侮辱海内，陈侃、陈乔、陈亮等首任荣首，公行天罚，为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灵，将见有罪，绞绝其命，减此群凶，以安宗庙。臣等虽允守崔屈，由生之年。为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王后无嗣，则见之子矣。继大宗，则当转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故思亲哉？汉宣帝昭帝后，家道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元立，而董弘等称引王秦或误朝议，遂尊公皇立庙京师，又宠藩妾，使彼长幸，见差无礼，人神服佑，非罪。师丹中正之见，用至丁复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种行之。其令公卿有私，身以前世为解，后四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名为仁厚之意，敢为宁邪导于君上，望见非正之号，
未考为皇，称彼为后，则古公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经册，藏之宗庙，事后高贵，常道元立，皆不外尊。即闵帝建兴四年，司徒梁分亦追尊之礼，帝忌不从，而左仆射所生等亦称隐未至，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言郎邪公王仪称皇考，贺循义云礼典之意，子不敢以己绝加其父号，帝又从之。 PG 369。 至第十，礼中五礼之别，二曰兄，自天子至于庶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其礼祭君，其情义等，生则养，死则哀，故曰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者也。汉礼，天子崩，自不欲至，于登遐及葬，丧祭之至，与夫三代变异。魏晋以来，大体同汉，然自汉文革丧礼之至，后代尊之，无复三年之礼。即位武陵中，宜令天下上未安定，未得尊古，百官当临终者，十五举，因葬必便除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不为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疾病，是月丁卯葬，是为不虞月也。即宣帝、景帝之崩，并从权至文帝之崩，国内服三日。武帝亦尊汉魏之典，祭葬除丧，然由身衣素冠，降席撤扇，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岑、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巡以车、其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五该、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随、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杨护等奏曰：臣闻礼典诡度，封杀随时，余下商周，贤不相习，盖有有也。大晋少成汉魏，有格有因，其余足矣兴化而已，故未得皆反太素，同归上古也。陛下既已辅尊汉魏将丧之典，以祭时物而公蹈大孝，情过乎哀，素冠身衣，将席撤扇，虽五丁行之于殷氏，曾敏履之于布衣，未足以于方。今荆蛮未移，庶镇 PG 370。 魏义万机是因董劳神律，起皇权遂甚至以从至秦臣等，以为陛下以歌秦以康时祭俗，折斥御府一服，内省改作太官复善，诸所施行皆如旧制。诏曰：美感念幽冥而不得终居叠于草土，以存此痛，况当时道衣锦，臣诡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
诸身家传礼来久，和心一旦便异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是沈孔子答载我之言，无事纷纭也。言及悲包奈何奈何，夫等重奏服读甚照，感以悲怀折思仲尼所以意载我之问，甚思所以不能以矣，甚深甚笃。然今者干戈未及，武士未演，万机至众，天下至众，陛下以万乘之